陈秀孽障，江湖险恶嘴上烫，心里凉，翻云覆雨说大话小心肠，形形色色你才来他又往，海阔天空小人物有大度量，善恶分明天地有灵，嬉笑怒骂大道任性。前孙李周武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，那行客外做客，他英雄会豪杰，豪杰干云天，那人证就是押解，喝的是井里头的水，穿的是走千家的鞋，唱的是井上的曲儿，老百姓是爷，老百姓是爷。哎，我说老四，我跟你讲，以前潘老爷住在这儿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灯上面都有小人跳舞啊。哎，老干爹，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养鱼。哎，对呀。来来来，这个门出去啊，前面就是正街了。哦，哎，那个是书房，写字画画用的。看这几个字。对，哎，慢着慢着，这个亭子真漂亮，花园，你看，嘿，真漂亮，真壮观，嗯，真大，嗯嗯。你看那么清楚干什么？这不是你的房子，这是人家平武的房子，真是的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现在是老五的门翁啊，院里院外我要弄清楚，要不然要闹笑话的。嘿嘿，这才多少功夫就觉得自己是门翁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老五让你住哪间房间啊？老五说了，除了正房随便我住。哦，真的呀？随便啊，随便挑。我想好了，我要住在门房。我跟你讲啊，万一有一天啊，我睡到半夜啊，我心情特别好啊，我终于同意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了，跟你一起住门房啊。哟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？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？哎，老五叫我搬东西。哎，老四跟你讲话还没讲完啊。哎，多大的出息啊，住门房，我住得惯吗？这么大的院子要人守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说咱这房子也要回来了啊，钱也有了，那你说咱还缺点什么呢？我看啊，咱们还缺个孩子。真是，光惦记着给皇上人家要孩子，把自己事儿都给耽误了啊。都怪你，你要是把那个凤蛋留下，没准咱们也能生个龙种呢。哎呦，这你也信呐？行行，你要愿意，明天我给你弄一个，咱这回管它叫龙蛋。大笨蛋，我逗你玩呢。哎呀，仇是报了，但这个老潘走得太轻松了，没给他一个报应，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空落落的。
老五，你得知足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仇啊也算是报了，而且这么大的宅子都被你要回来了，真是好事儿。可是有件事儿，你要是不办，你可对不起我。办，一定办，现在就办啊！哎呀，你别闹了，我说的不是那事儿。我爹都死了那么长时间了，连个尸首都没有找到。你当初不是答应我替我爹洗净冤屈的吗？你都忘了？没忘，没忘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皮五在，我早晚有一天为咱爹洗尽冤屈。那不得，那事儿一件一件办，是吧？嘿，谁呀？这么不长眼！先过去看看。我出去看看去。叮叮当当的，大半夜还让不让？你躺着干什么？这谁呀、啊？起来，起来，别躺着，快点，快点！对，四哥，你小点声，你别把人吓的。这是，老人家，不，你起起来，起来，让我看看怎么回事啊？起得来吗？还没事吧？啊、你躺这儿干什么？啊、哎呦，哇！哎呦喂，老潘，潘彩臣。不会呀、啊！哎呦喂，他不是去京城里享福去了吗？啊，慢来慢来，哎，不要看我老眼昏花，他那个样儿啊，我这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嗯，就是他。哎呦，爷。别拿我逗了，三天三夜没吃饭，给口热热喝呀。话长了，我跟那倒霉的国舅进了皇宫以后，没想到萧娘娘还真怀上了。哎，这么说那凤凰蛋还很有效啊！我早知道我不给他，我怀上不是好事儿。那国舅说，他让我再给他找一龙蛋拍那凤凰蛋，他哪儿给他找那龙蛋去呀？我说我就出城再寻摸寻摸，没想到我刚出去没几天，哎。皇上发现他要谋反，咔嚓就给他斩了。苍天有眼呐，我要是没出去，我也咔嚓就斩了呀。苍天有眼，苍天确实有眼啊。哎，这老天爷呀，把你老潘啊又派回定远来，让我皮五收拾你。跟你说，老潘啊，这家不是你的了。赏你口饭吃是我仁义啊！吃完饭您请走人。帅帅，我哪有地方去？帅，我现在是门翁啊！吃完了你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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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。哎，这么大院子，你们都回屋去，我就这儿忍忍。不行，嗯，你必须走。当年我冻的呀。连口气儿都没有了，想在你们家门口就蹲那么一小会儿啊！你就不让，你与我走！听见吗，老潘？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到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，一切都报。姓皮的。做人要厚道，咱们的事儿没完，等着我。那行行，我等着你，等着你。哎呦，
你说你呢？你担水的担稳点，你别弄湿大爷门前的地呀！你快走。哎，不是，两位要饭的能不能走快点呢？你们没有发现你们穿的这个服装跟这个大宅门是一点不搭配吗？快点走！卖油条的又是你，先别走，等我骂完你再走。你是不是存心跟我们大户人家过不去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要让这个油烟熏坏了我们三百亿的尸骨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那个麻雀，你以为你是喜鹊吗？赶快飞走！我容易吗？都看见贼吃肉，没见着贼挨打。以前穿粗布短褂的时候，还能跟皮武称兄道弟。好衣服是穿上了，就要给他看门、扫街，还得趁着人少的时候。哎呀，想想以前那种自由自在卖菜的日子，挺好。谁在卖菜呀？你这么喊，这一听菜就不好吃，是吧？哎，你得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狗醋嫩白菜来，扁豆、黄瓜、茄子加冬瓜，卖大海茄，卖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嫩了眼的香椿蒜儿嘞，泡韭菜，不这才正宗吗？你这。谁呀、啊？萝卜、白菜，萝卜、白菜，萝卜。哦，嘿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潘老爷吗？哎，潘老爷，不是您这是微服私访呢，还是没事找乐子呢？您，敢问您是？我您认不出来了，潘老爷。啊，我四爷呀、啊。你四爷呀、啊，四爷，哎呦喂，真是你四爷！哎呀，好几天没吃肉了，你这看东西模糊。好好好，四爷，您别再叫我老爷了，你这不是寒碜我吗？您要是受累买点菜，心疼心疼我也行啊，可以可以。老潘呐、啊，嗯，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呢、啊，哎。哎，这卖菜好啊，卖菜有前途。卖菜好，哎，前途，没钱哪来的图啊，哥哥？不是，您要真心疼我，您就挑根菜，别拿我打岔。行行行行行，那我照顾你生意啊，买你点菜。不是老潘呐，哎，这怪不得你这菜都剩下了，你这菜都蔫了都。不是买的时候它不蔫，这一晒，这没多长时间它全这样了。你说我这肩膀压的呀。哥在哪受过这苦啊，兄弟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别难过了啊！来，担子给我，我教你卖。哎呦，那哪行啊！四爷，您现在这身份，哪能干这事儿啊？这凑合累活得我们来。我再有身份，那我也不能忘了本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你给我。不是，你后边好好学着。你给我啊！合适，合适，你还行吗？行行行行行，你后边好好看着啊！哎，不，你不得吆喝吗？你是？嘿，这大。这菜，嚯！哎呀，皮武现在一发达，四爷跟着也享清福了吧？享福？没发达，我们好的那是能穿一条裤子。现在发达了，倒还真分出个贵贱。我现在啊，一天连他的面儿见不着几回。富贵面前人心散，像四爷您这样保持本色的人真不多。那皮武现在他是他，嗯，贵鬼龙你懂，他现在运气好的不得了。嗯。那个囤古董的张公子，自从受了皮武的恩之后，想着法儿的要报。嗯，约了好些个人，攒了不少的银子，在正街上给他买了间门面房，啊，装饰一新啊。开了个说书馆，明天就开张。人家开书馆当老板，我呢看大门扫地板，不停不停。我现在也只有每天卖卖菜，吆喝两嗓子，心里头舒坦痛快。来卖菜喽！新鲜的菜，粒粒生青嘞！谢谢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进吧，进吧，哎，好。
谢谢啊！快进！哎，不是小郭，你说这尼斯这个人像不像我啊？正缺人手呢，门房他也不在，跑哪儿去了是啊？四哥没准是跟张妈约会去了，咱不管他了。爷，哎呦，道喜了！张公子，恭喜恭喜！贝子伯里不成敬意。好，您里面请啊，快请。做一个依赖，唱一个诺，打一回竹板，敲几声钹。要几个小球，讨碗粥喝，唱几句莲花落，各位听着。参什么禅来，修什么道，念什么经来，拜什么佛，红尘里自由，您和我躲不开，猜不透，又该奈何。好，老爷，别出心裁呀，别出心裁，这书馆开张我见得多了，可你这八方书馆第一出就来个莲花浪，真是个稀奇事儿啊。不，这还真不是我请来的啊，真不是，老爷子是不请自来的。讨几个喜酒。哎，老爷子，您怎么跟四哥那么连像呢？哎，大伙儿说你们像不像？哎，我看看像不像。哪个四哥？哎哎，老四，真有你的呀，这胡子是用什么毛粘的呀？哎，还挺像真的。哎，像吗？这就开张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四哥，你跑哪儿去了你？来，正说着，这老爷子说都像你，你看看像不像？啊，你才跟叫花子像呢，有点像。你看看去。说句心里话呀，我跟您说啊，越老越有男人味儿，啊！你怎么回事？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像呀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姓倪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我的小姑，瞧见没啊，一个叫蛋蛋，一个叫爹，这难道是啊？四哥他找着爹了，早就听说四哥从小因为冰烂和他爹失散了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竟然在这儿相遇了。真巧啊，巧得跟戏文似的，比戏文还精彩，这正是俩好和一好，这才叫正好啊。啊，我得把这锣鼓点给敲足了，哎，就回去。回来呀，我这乡亲们，乡亲们都看到了啊，这是尼斯啊，找到了自己失散20多年的亲爹呀。诸位，今天是我八方书馆开张的日子，啊，尼斯又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这是双喜临门啊，喜上加喜。哎呀，是啊，是个喜事儿啊。今天大家啊，在这儿都做个见证，所有今天的挑费，我皮五包了。爹，这些个都是咱丁远城好吃的东西啊！你看，瞧我一套，哎，这些个你可不要拿啊！哎，还有这个啊，哎，池河糕，好吃的，这个啊，卤老鹅，这都是好吃的东西。爹，来，慢着啊！来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嘿，爹，您看我这个糊涂虫啊，你这鞋都坏了，这你等会儿。我给你拿新鞋去啊！我都备好了。哎，爹，您看这个啊，绸子面啊，福字纹，千层底的寿新鞋，这个穿了长寿。来，我给你换上。来，爹。哟，爹，
这还没洗脚吧？不着急，我给你打水，给你洗个脚去啊。儿子，咱别急，别急。哎呀，哎，你已经够孝顺的了，我们已经很满意，很满意了。这么多好吃的，让我一下都消受不了了。爹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这大道理啊，儿子不懂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好吃的先紧着爹娘吃，好穿的先紧着爹娘穿。前半生啊，这儿子没好好孝敬您，现在啊，这再怎么补偿，那都是应当应分的。爹，儿子，你已经够好的了，你不够好的，不够，这不够好。哎，儿子，哎，我有个事儿，还有点纳闷啊。哦，是，你不是说？皮五和孝姑，他俩的父母就早已经过去了吗？对。哎，这院里再没有别的老人了，怎么你刚拿来的这衣裳、寿星鞋，都是现成的？而且你伺候老人了，也这么顺手，这么便利的，难道你早就估计咱们爷儿俩要团聚吗？弄了半天，爹，你是问这一出啊？嗨，我跟你说啊，爹，我前一段时间呢，遇见一个流浪的老人，也跟您一样慈祥，这机缘巧合呢，我就认了他当干爹了。这说来也心酸呐，爹，您儿子我呀，这辈子孤孤单单一个人，我一共就两个梦想，一个是找媳妇儿，还有一个就是找爹。我这好不容易我找了一个干爹呀，我就把他当自己爹一样。您说我容易吗？我就是为了体会一把有爹的感觉呀。爹，可见着了，可见着了，无名的爹呀，我的可怜的儿子呀。挺好了啊，咱聚在一块儿了啊。哎，这事儿是成长，但是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都理解啊。这女人嘛，平常呢这眼窝子就浅，哎，背个春伤个秋的，是吧？那看见老牛舔小犊子，那眼圈还跟着红呢。何况说这父子团圆呢啊，哭吧，挺好，排毒，哭，没事啊。哎呀，睡觉，铺床。嗯。哎呦呵，好啊，老五，我还真当你懂我心思了呢。我懂啊，我懂你呀、啊，你这不看见人家父子团圆了，这不喜极而泣了吗？是，寻常人见到四哥找着了亲爹，是应该替他高兴，可我看见了，却是替自己难过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爹还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唯独给我留下的就是这半块玉珏。人家找着了亲爹，可以伺候着洗脚、换新衣裳，可我呢？我爹到现在连具尸体都没找到。当时我爹没了，家里面全是强势说了算，就连那口井也莫名其妙的被他填了。当时我就觉得有问题，所以。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把那个香炉埋在里边，还在旁边的铁树盆顶上做了记号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有人替我找清我爹的下落。可是你呢？你这些年光顾着跟人斗、跟官斗，却从来都看不见我这份没处说的心伤。行了啊。哎呀，你先全给勾起来，这哎，我哎，你看咱这日子现在多好，刚刚走入正轨是吧？住上大宅子了，新书馆开张了啊，咱得珍惜呀、啊，来之不易呀、啊，哎，咱我说不能再动干戈了啊，我还指望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我掏心窝子的跟你说话。你把我说的话全都想歪了，我告诉你，皮五，你这一套在别人那好使，在我这儿不行。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了，
只要是能找到我爹的下落，我孙小姑就削发为尼，诵经祈福，我做牛做马的伺候他。爷爷，你说你削发为尼了，你出家，这家谁管呢？啊，谁给我洗衣服？谁给我做饭？谁给我生儿子？我晚上我搂着谁睡？小便便，小姑，哎，小姑，魏玉皇，你抱着他睡，你现在就睡到正厅的凉席上去。媳妇儿，姐媳妇，你这完，真急了，鞭腿都抬起来了。嗯，得了，走吧，咱俩睡凉席去。干嘛？我是桌子还是椅子？有连人一块儿掸的吗？哟，这桌子椅子啊，虽说是没生命的物件，那至少还能让人坐呢，是吧？可有时候啊，偏偏是人，平日里面花言巧语，如糖似蜜了，真到坐的时候啊，还真不如这桌椅呢。哎，顶多呀，也就是个花瓶摆设。嗯，哎呦，要我说啊，这花瓶都比不上，这花瓶啊还能养眼呢，还赏心悦目呢。行，连花瓶不如，我就是一个歪嘴的破壶。这歪嘴的破壶也还能撑二两粥吧？啊，去给我弄早饭，我饿。哟，对不起，哎，我忘做了。平常都有，怎么今天就没有啊？昨晚不还有剩饭吗？我去吃那剩饭去。剩饭我也给喂猫了。喂猫？咱家哪有猫？我怎么没听见猫叫啊？小哑猫呗，不会叫。行行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是诚心找茬啊！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哎，我出去买着吃行吗？我买着吃去啊！你去把衣服给我拿来。衣服啊？哦，隔壁周婶不是快生孩子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你商量呢。我把你的衣服啊剪成尿布给人家送过去了。啊，那是新衣服，刚穿了几次呀？哼，行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诚心找别扭是吧？没事儿，哎，我开朗，我大度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没新衣服，我那有旧衣服，我穿旧衣服去。哟，你忘了吧？旧衣服你昨儿不是全给洗了吗？还没干呢，滴着水。你穿着吧，啊。嘿，都说女人狠啊，没想到狠起来是这样，比潘采臣都狠十倍。嗯，哎，爹，咱院子里头坐会儿。哎，您慢点慢点，小心台阶。来，哎，爹，来坐坐坐坐坐。爹啊，来吃个点心啊。苏州的盒子酥，绵白糖红枣泥馅的，您看看合不合胃口啊？爹，您再喝口茶，洞庭的碧螺春，民前的，香不香啊？真是香！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老五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四哥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来这边说话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老五，走，来来来来，吃个点心，等吃过了，哎，吃一块，吃一块，吃一块，哎，吃一块，吃一块，好，老五啊，这一次我能找着我爹，最为我感到高兴的，那肯定就是你了，要不怎么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呢？嗯，对吧？喂，女人如弟弟啊，兄弟如手足啊，一点不错呀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么说呀，我就心安了，我这意思啊，全在这个点心里头。啊，那兄弟是什么？那就是你给我帮忙了，我说声谢谢，那都显得见外，对吧？你看，我爹呀，他一直流浪江湖，孤苦伶仃，现在好不容易我们团聚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孝敬他一下，对吧？哎，该孝敬。来来来，再吃一块，再吃一块，再来一块，再来一块，再来一块。哎，该孝敬。我跟你说，四哥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尽管说啊。好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！你看啊，是这样的，现在呢，
好不容易跟我爹团聚了啊，我呢平时又要给你当门房，对吧？这不团聚了，我就应该好好孝敬我爹，我难呐。孙子，好，在这儿等着我呢啊！不就门房这事儿吗？直说呀，你还跟我绕那么大圈儿。老五，这还是你体恤我，可是没人体恤我呀。哎呀，你说啊，我现在那家我也不愿意回去，我穿这身衣服我也上不了街，只能去门房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哎呀，行。你们继续啊，继续继续。哎哎哎，不是不是，你别拿走啊，我爹还没吃呢。什么呀，我这是给老爷子换换，是吗？拿一块儿行。爹，慢点啊。六合，闻着像盒子酥味儿啊。哎呦，隔着这么远就闻见味儿了。哎呀，潘老爷经了这么多事儿，这鼻子变灵了。哎呀，难得皮少爷夸我。你瞧瞧我现在混的都这德行了。鼻子要是再不好使，闻不出个刮风下雨来，那可真是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好啊，卖菜这行当好。哎，这地儿选的也好。听说了，最近啊，你每天都在这蹲着。皮少爷消息灵通啊！倪四，好心人心疼我，教我怎么卖菜。哦，这还真对倪四的胃口。他还教了你不少菜里菜外的东西吧？哎，皮少爷，此话怎讲？是倪四，他看我落到这份田地，他热心肠来帮我。倪四不光是热心肠。这脑子还热呢，脑子一热，这该说不该说的全招呼出去了。哼，也正合你潘老爷的心意。皮少爷，您看看我，都这样了，还防着我呢。行，常备不懈，我不跟你啰嗦了，我卖菜去。哎，不等尼斯了，我给你叫去。哎，不用。送你四个字：与人为善。哎，皮五啊皮五，你的命可真苦啊！你说你这些年东忙西忙的，帮了这个，救了那个，可现在别人都过好了，你呢？小姑的仇你还不知道该怎么报，倪四和他突然冒出的爹又鸠占鹊巢，就连这个落水狗潘彩臣也还天天的盯着你。哎，好吧，我皮五不怕事儿多，就怕没事儿。三事合一事儿，快刀斩乱麻嘛，这三个结儿看来我得一起解了。大哥，别打！打打打行，别打脸，别打脸，打屁股，打屁股！你还要脸？既然要脸，说，欠我们的菜钱什么时候还？还，马上还！我老潘是有钱的人，我见过钱啊，哥几个都应该了解我，我钱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在哪儿呢？容我改个空，我给你们取去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回来！好嘛，三两一晃就跑。不是，我们农民不是那么好骗的。告诉你，欠谁的都不能欠农民的，对不对？拿钱！臭无赖，这衣服都给你脏了。小姐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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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
哎呦，小兄弟，好兄弟，来来来，他能还钱。老潘呀，爸，你这八婆了，差点没认出来。你忙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别兄弟，别忙，帮帮我，救救我，搞搞我，我是你哥呀。不是老潘，你说你现在都混到这步田地了，你说让我帮你。还真找不出来帮你的理儿。您平时就对我们说啊，这人啊受点苦还是挺好的。你这么着，你说大哥，忍着吧。哎，别了，别了，你可以不管。我以前待你不薄，你得帮帮我。我是你大哥。不是老潘，你平时谆谆的对我们说啊，这么这么着，那么那么着，你现在啊就这么这么着。思想计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是落魄了，撑死扒光了大街上，你小子要是出事，上来扒！等会儿，老潘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听到风声了，皮五要犯酒症。扒了！那个，别扒了，别扒了，松开，那个什么，松开。老潘，潘爷。是我的兄弟啊，他欠你们的钱就是我欠的，不分彼此，听见没有？你给钱吗？我还。来，别了，我看看啊。哎呀，够了，来，你拿着，够不够啊？够，给大伙分了，给大伙分，走。走。快走，穷鬼！哎呦，大哥，哎呦，潘爷。潘爷，哎呀，潘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，啊，兄弟，哥我受惊了，先给哥压压惊。来，快，哎呦，慢点，我呸！啊呸！这帮穷鬼，你占了我的功劳。就这一身衣服了，我。哎，消消气儿，给我倒杯水。啊，水，这压压。哎呀，呦，你慢慢着点儿啊。飞家姐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别得意，现在风声很紧，皮五要翻旧账。老潘，你说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要是不把他弄死，这儿就是你的坟墓。皮五弄死？那皮五这么厉害，我怎么弄死他呀？我，瞧你那么大个的个熊样，你是弄不死他，可是有人能弄死他。这招怎么样？够不够你帮我的理由？够！老潘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就别跟我玩虚的，赶紧给我整俩菜，我饿好几天了。整，伙计，来一盘拍黄瓜。我呸！拍什么黄瓜啊？给我整个肉菜，肉吃肉。来一盘梅菜扣肉，能不能少放梅菜？多要肉啊！行。多放肉，不要没菜了啊！你稍等，饿了好几天了。哟，这不张妈妈？是吧？哎呀，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，越来越年轻了啊！是的哟，有看出来哦，真是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是想明白了，你听过那句话吗？秋后的芙蓉赛牡丹。哎，不，一点不秋后，一点不秋后。张妈到了哪里，哪里就是春天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是来看尼寺的吧？啊，是的。这就对了，就得主动一点，积极一点，大胆一点。人家尼寺现在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干的，哎，跟以前是大有不同啊！你真得进去捧捧他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为什么我要捧他？啊？他捧我的脚，我还不愿意呢。行，尼斯跟老干爹都在里面了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还觉得我特地来看尼斯的？我不是来看尼斯的，我只不过听说他找到了他爹，跟他长得一个样子，
我来看看他爹跟他长得有多像。这合着是准媳妇儿来见老公公，挺好，挺好。李三，哟，桂枝，你看你来你就人来，你还带什么东西啊？真是的。哎喂，不是你怎么不理我啊？桂枝，你行了，你给点面子，别弄得像个小姑娘一样，你还在生气呢。哎，倪叔叔也在啊。我呢，我叫张桂枝。我呢。我是倪四的街坊，邻居，这是邻居的意思。今天想的你们父子团聚，我特地来看看你。谢谢，送给你，谢谢。去坐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坐。坐会儿。啊，先生，这事儿是谁？你娘不是说了吗？叫张桂枝，人家都叫她张妈。张妈，不是，我见到他们简直像你的亲妈。爹，你这话说的，他就比我大一点，怎么就亲妈了？哎，你仔细看看，他和你当年的亲妈简直长得是一模一样啊。爹，娘过世的时候我才三岁，我都不记得了。等会儿，让我想想。嘿，巧了，真巧了！哎，爹，长得真像，我以前还没发现呢。巧了好，好事都是巧出来的。对，儿子。你的好意，爹明白；你的用心，我挺满意的。你放心，我能接受啊。怎么？桂枝啊！哎，倪叔叔，我就叫桂枝了啊。好，叫桂枝听着亲热。哎，是的。那个，你来看我，我很高兴啊。啊，是吗？吃。吃力！我不想吃。来，吃点心哦，随便吃，不要客气嘛，随便吃啊。你喜欢吃什么？这儿没有，让咱们儿子买去啊。让咱们儿子买去。不，爹，你弄错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喝口茶，冷静一会儿。你爹不是，你有事儿没事儿去，快去。不是，爹，这两码事儿，这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，你说句话，你这怎么你有事儿没事儿去，快去。哎呀。